今天继续跟大家聊公羊头 Ren 1500 Sport 运动版。运动版呢是全系销量最高的一个级别，因为从外观到配置呢可以说是无死角的一个级别。首先就是这一个标志性的运动引擎盖，还有呢到了这个级别标配的 LED 灯，还有车身色的前后防撞，再配合它改款后的流线造型呢，这整款车看上去是非常非常帅气。运动版呢很简单，引擎上面呢只有一个选项，就是 V8 5.7 升的这个黑米引擎，可以输出395匹的马力和410的扭力。运动版呢标志性的就是它这一个20寸的轮毂，同时呢第一次可以升级成22寸的轮毂。运动版呢前后门的大小还有斗的长度可以灵活的组合，既可以前后座位一样大的 crew cab， 也可以前面座位大点后面座位小点的 quad cab。 那不管选哪个门的大小呢，都可以分别配 5.7 或者 6.4 的后斗长度。标志性双排气管也是到了 sport 这个级别就可以选到了，再来有拖车需求的朋友呢可以考虑选择拖车组。改款后信息娱乐系统和内饰的提升可能是公羊皮卡成为年度皮卡的主要原因之一了。运动版呢少了一点奢华，但多了一些灵动。座椅呢依然是这个标志性的两种材质的椅子，外面一圈呢用全皮，而中间呢用这种高强度防滑的赛车椅的这种风格的布置。改款后呢运动版终于这个刹车还有油门呢可以调节了，另外大家留意到呢它的脚刹不见了，变成电子脚刹，这个安全性呢会好很多的。通过一触启动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运动版独享这么一个7寸的彩色仪表盘。运动版上面呢蓝牙还有倒后影像已经标配了，同时一个标配呢就是 8.4 寸的荧幕。运动版呢今年终于可以选到超级大天窗了。大家喜欢皮卡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超级多的储物空间，除了中控一大块之外呢，在副驾驶有两个储物空间。到了后排的地板呢，同样也是左右都有储物空间，可以拿出来，而且可以防水的，一边呢可以放垃圾，另外一边可以放一点冰，放点啤酒饮料都可以的。后排也有 USB 和充电的接口，这样呢大家每人都可以分到一个接口，不用打架喽。如果你正在考虑19款的公羊头皮卡，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对 Sport 这个级别有没有心动呢？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点赞啊！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下面留言。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可以跟我分享，跟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呢当然了，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支持一下业务啊。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还是好吧好吧，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我们下回再见喽。